介绍是来自新港乡的消息，介意关心港奉天宫妈祖庙，伫过年期间也举办开庙门抢头香的活动，上千上万的民众伫过年暝就来守岁，新春进庙来祭传统仪式。馆长翁忠良、立委陈明文也甲大家做伙新年到庙里来行村，祈求平安幸福大赚钱。纪海年新年盖棺，新港红平宫妈祖庙举办开庙门抢头香活动，九千九万的民众在三十暝就来守岁。庙门一开，抢头香的民众陆续快跑进庙门插头香。抢到头香的民众，有着馆长翁章良、馆长金枝出福到枝头，这是新港在地艺术大师林光吉的作品。馆长翁忠良、立委陈明文，甲大家做伙来参与着新年来庙行村。哇，今仔来吃吼，啊，拢是啊，啊，来吃领红包，啊，来带咱妈祖婆拜拜，啊，要得到咱归档的福气。啊，都拄啊，咱的头香啊已经产生吼，啊，当然啊，大家这两三天我知影，啊，大家拢来咧行啊，咱的庙事，啊，行庙事香行起来。啊，我想啊，大概脱离不了，就是平安，就是大赚钱，就是囡仔老人生，咱的许多人，大家身体拢健康，我想大概不脱离这些范围。啊，所以大家上大的愿望交希望，啊，所以啊，咱这的插身地的人，嘛爱啊，啊，让咱的乡亲许多，啊，要让大家过好日子，啊，我想这嘛是足重要，所以伫这真欢喜。啊！伫这个啊，二九暝啊，叫大家伫遮啊，共同来祈求啊，大家拢会当平安，大家拢会当幸福，大家拢会当大赚钱，大祈求咱的妈祖婆会当保佑咱家己大发展，保佑咱台湾会当平安，保佑咱所有的乡亲士大今年会当顺顺顺啊！有伫遮祝咱所有乡亲士大今。金之年哦，大家当一路欢欢欢，大家好，谢谢谢谢。今年金之年，我大家人真好嘢啦吼，阿妈做会保庇哦，今年哦，恁大家拢会祝好运的。头拄啊，馆长有讲，我大家拢发发发发，对正月初一发到十二月三十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大家恁大赚钱，妈做会保庇吼，谢谢。新春入庙来喜的传统仪式。新港奉天宫妈祖信徒满天下，新年立庙行村，持续到元宵，拜妈祖求平安，予新的一年拢有好运，事业顺利，大赚钱。世新新闻蔡明东台观采访报道。